线 associate 啊，里面呢我们去看一下啊，找到以后呢有众多，就找一个比较呢有解释的啊，去做 MySQL fetch associate， 它是讲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函数从结果集中取得一行作为关联数值啊，返回呢根据呢这个呢结果集取得的行生成的关联数据啊，那这个呢就是我们 MySQL fetch， 就是从的资料库里面呢去找到符合的啊，最后那一点把它呢捞回来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我们的军位文。好，军位文呢里面呢我们就要到 VAR 这个，看这个有这么多叙述的哈，那这边呢就是只有一个描述啊，在这个呢资料库里面的它是哪一个名字，哪一个描述，这个是经度纬度，然后 telephone， 然后 address， 这个只是在这边做描述，刚刚呢只是把它的关联带进来。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存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个啊，我们呢就必须要靠程式哈。我们在这个中括弧后面呢按一个 enter 键增加一行，那刚刚呢这个下面最后一行呢是删除刚刚一样的重复啊，留下呢这个呢是中括弧，这是左中括弧，这右中括弧啊。那里面呢我们就要去呢写一个呢简短的程式啊。好，我们给它的小于问号啊 PHP。好，然后呢给它做结束，问号大于做结束啊，这样子呢它就文法上至少一开始就没正确的啊，要不然老是出现错误，然后你在这边呢再去做修改。空一格啊，我们打一个度啊，度什么呢？度呢下面这些资料啊，度刮弧啊，大刮弧啊，大刮弧呢这边呢下面呢你要接回来哈，然后呢这边这个地方做完了啊，出现错误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还没做结束。好，我们这边呢就去给它，这边是开始，这边要结束啊，一样小于问号 PHP。 好，一样呢做结束，问号大于做结束啊。那里面呢你有左刮弧你要封起来，这边呢最右边呢就有大刮弧，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空一格给它一个右边的大刮弧啊，右边的大刮弧呢里面的描述啊，我们这什么度什么东西呢坏啊，都坏啊，都坏，这是一个呢是就是 if then else 都坏 while do 啊，这几个呢常常在用的啊，给它呢左刮弧右刮弧，这条件要成立呢啊，我们呢去描述这个呢坏里面的东西啊，坏里面呢也是用的我们是 PHP 里面的内建的，给它一个呢大的算精简符号里面的 row 啊，第几笔资料啊 ，row 啊 ，row map 它就带出来了啊，里面呢就点两下啊就带进去了啊，这个呢 row record map。这个呢我们呢要让它等于什么呢啊，等于呢 MySQL fetch， 就是我们刚刚去查询的哈 MySQL 啊底线 fetch FETCH 底线 associate 啊 ASSOC 啊，然后呢里面呢带来的一个参数左括弧右括弧啊，里面的一个呢 record map 打个算record 打一个 R，record map 就会自动带出来啊。好，再讲一下哈，这个呢是叫做下面这支程式，就是 PHP do 左括弧右括弧的这边去做这些东西，当这个条件坏了，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呢，它就结束啊，要不然呢就是反复在里面做啊。所以我们是小于问号 PHP。这边结束啊 ，do， 然后呢一个呢大括弧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描述，这个呢里面结束，小于问号 ，PHP 右括弧，坏什么条件呢 ？low record map 啊，那里面的这里面的那些值呢，就等于呢我们资料库给它资料库里面所有的值在对应，啊，等于呢什么 MySQL 底线 fetch 底线 ASSOC。啊，这是一个函数 record map， 然后呢，最后呢，要给它一个什么分号做结束。
好，分号都结束哈。好，这样子呢，我们这个部分呢就做好。好，全了。好，那我就写在黑板上，大家看一下哈。注意啊，你放在哪里啊？这是中刮骨，这是中刮骨，放在中刮骨里面。好，好，如果你刚刚误删掉，你把它再打回来哈。这一段呢是我们刚刚加进去的，这一段也是我们刚刚加进去，就加这两段，其他的如果你有删掉，就把它补回来。好，来，我就再把这些呢写在黑板上啊。